欢迎收看《一起爱健身》。大家一定都很好奇，在舞台上还有伸展台上光鲜亮丽的 model， 到底他们私底下都在吃些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做些什么运动来维持完美的体态呢？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 model， 我刚刚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佩服他。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只要女生能够完成三点，都是一项惊人的创意。所以接着下来，我们要欢迎的这位 model 呢，就是杨一以及我们的 Jenny 教练，欢迎。问一下杨英，因为呢，你一出场，大家就看到你晒成这个焦糖美人，可不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，你前阵子日历是不是去参加三铁？对，而且听说你参加三铁是没有透过教练的，对，因为这是我第一个出铁，然后我所有的赛前的练习都是自主，你到底怎么？到底是人生发生什么巨大的变化，让你想要去挑战三铁？因为我一直觉得挑战三铁是一个挑战，因为单项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简单，但是三项合在一起其实是一个体验跟挑战跟体能上的方面的东西。对，可是你要筹备要去挑战三铁之前，大概准备了多久？一个月。可是那一个月很密集，很密集。对。杨一除了去参加三铁之外啊，其实还有参加半马，而且听说你今年的成绩有突破以往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我今年的成绩 PB 有突破了30分钟，很厉害耶。对，我觉得教练你是不是也没有挑战过半马？我还是好好的教训练跟自我训练没有关系，人生各不同的目标。所以其实杨一是属于 model 界的这个重度运动需要者，但是呢，虽然你不是身为 model， 然后呢，你可能也不是重度运动需要者，但是我相信每个人都很需要练核心。所以接着下来，我们赶快来今天的训练。好的，教练，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？YTW。那主要的训练效果是把你上半身所有的活动都先打开，双手往正前方延展。OK， 肩膀先放松，双手往上带，这是我们的 Y。在过程当中确定肚子跟臀部收紧，有确定你胸口有打开的 feeling 吗？有吗？有。OK， 回到正中间。好，一样确定肩膀放松，进行到我们的 T， 把双手打开，嘴巴维持吐气，先确定背部有紧绷，肩膀往下沉，在这边呼吸，感觉胸口打开，回到正中间，手肘往下压，形成一个 W 的感觉。感受一下，这个我喜欢， yeah， 有 feeling 哈、哦。那我们把它组合在一起，变 YTW， 先并拢，从上一个 Y， 正中间，然后 T， 再回到正中间 W， 强度加强呢，给我两个赞，一模一样动作，有差吗？有差，踹踹 C， 哦，踹踹 C 是不是？来，双手往上带，有没有觉得 feeling 更紧？更紧绷，回到正中间、哦，然后呢，拇指往外带。哦、oh ，有哎、欸。OK， 感觉很好，并在一起。并在一起。W。好的，核心加延展，还有一点点速度。第二个动作是什么呢，教练？股四头肌前后摇摆。怎么做嘞？而且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对，我先讲解一下，刚刚我们从上半身开始暖，那这个动作呢是有效率呢，把我们的髋关节这一块髋关节，有的时候我们跑步需要抬膝，是啊，骑脚踏车需要踩，对 ，OK， 游泳有的时候也需要多一点点的髋关节活动，甚至平常在生活当中你走路跟站姿也需要髋关节的活动度，所以呢，等一下在做的过程当中，你只要感觉你的臀部有往前跟往后，下背是稳定的，哦 ，OK， 所以呢，你试看看，等一下在过程当中感受一下你身体有没有拉开跟收紧的感觉，我们一起来看看，双手手掌往前爬。爬到四足跪姿，对，脚尖呢踩稳到地板上，膝盖可以轻轻摆在垫子上面，确定一下你一定要有垫子，然后下巴往内收，让你臀部先往后靠近你脚跟的位置。好，现在感觉臀部收紧往前推，再次往后，吸气往后，吐气往前。我教练，我抗议。抗议？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这动作对杨一来讲太简单了吧？这对他来讲根本就是小菜啊！你这个动作是不是对你来讲根本就是小菜一碟？但是我觉得热身很重要啦，所以还是等一下，不好意思哦。
哎，教练说这是我们的运动的项目当中的一个动作哦，但是杨英说这是热身哦。很好啊，你是不是要改菜单？没问题 ，Come on。一样是股四头前后摇摆，那现在我们加一点难度，脚尖先踩稳，我们驱动一下我们的核心。好，我们踩稳之后呢，鼻孔先吸，吐气，膝关节离开一公分就好。好 ，hold 住，让臀部往后带，一模一样，往前延展，让臀部往前推。哦，这样才有感觉嘛。好，往后推，鼻孔吸，吐气往前，臀部收。记得我们在做这个动作，回到起始点开始。膝盖轻轻摆在垫上，臀部往后，慢慢把身体带起来。欸，好，我问一下杨英，你觉得教练刚刚第一个动作跟他加了一点点难度，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？我觉得差很多，就是整个核心要往内收。对，因为这个核心如果没有收，其实姿势是很不正确。对。髋部上提加上踏步，髋部上提加踏步，通常髋部上提都是要训练屁股，核心跟臀部，对，借由核心的收紧来巩固你核心比较好使用跟用力。好，我们来锻炼一下下半身。好，确定一下你的头部跟肩膀跟背部都是在垫子上面，双手手掌摆在你臀部两侧地面，脚掌踩稳呢，我们保持呼吸，吐气的时候让臀部往上推高，来吸气稳定。吐气往上推到最高，有感觉到臀部有收缩的 feeling 吗？有。好，臀部保持稳定不动。现在把你的右脚微弯抬起来90度，脚尖勾起来，然后持续把你臀部再往上移一公分。啊！感觉如何？为什么不要我在叫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聊天也不错。没有人要在这里聊天，快点。好，右脚回来，臀部不掉，再次鼻子吸，吐气换左脚往上移。感觉过程当中，皆有抬膝呢，让你的臀部。哎，教练，我的脚要怎样？脚先勾起来，勾。对，勾起来，然后臀部再往上推一公分。哇！请问杨英，你有 feel 吗？有。有。好，回来，回到原位，让臀部再回正。在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要确定你的臀部跟肚子是收紧的，尽可能不要用到你的腰的力量。OK。起来的时候呢，双脚抱住膝关节，慢慢整体往上带起来。哦，这个蛮有感的。核心的训练我们要加上一点点速度，然后让你稍微有一点点喘，所以第四个动作要有点喘哦。Yes， 这个动作叫蹲跳，英文叫 squat jump。squat jump， 大家现在非常流行深蹲，对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深蹲的进阶版，加上跳跟稳定一样。臀部呢跟你的脚是一样宽，确定一下脚掌都是稳定，手肘呢一样去找到你的膝盖，当你往下的时候鼻子吸气，往上提的时候嘴巴吐气，对，所以我们先往下，往下的时候大腿前侧紧绷，往上的时候臀部紧， OK， 现在停留在下面，我们往上的时候呢脚尖离地，往上带起来，落地的时候呢你要用臀部接住身体，有感觉了哈，吸气吐气，啪上去，吸稳住。等一下，教练， yes。 我想要问一下，我之前在健身房有看人家做的动作，可是他们下来的时候是这样，然后这样， yes。 这样可以吗？你可以找到重点了。其实有的时候呢，你在往下的时候，如果有声音，等于你身体没有 hold 住那个力量，等于是让你的脚跟膝盖直接是往下扎。了解。对，所以重点要注意。我们来看一下专业的选手，来，你做一次。我们一起。我看他刚完全没声音。对啊，超近的，吸气往下，吐气屁股往上。它超轻盈的，对啊，所以表示它核心很好的 hold 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转侧面给他们看一下，好的。当你往下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面对面吸气往下，确定全脚掌都踩稳，吐气的时候臀部往上提，吐气。所以接触身体的时候呢，脚尖到脚跟稳住，吸，吐气往上。落地的时候是先脚尖吗？脚尖到脚跟稳定。OK， 好，我们再做两个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吸，吐气往上 ，hold 住。教练，脚步快速前后移动，动作怎么做呢？来，我们先把重心一样，我们惯例呢，把臀部先收紧，重心压低，双手可以摆在你的正前方。那一样呢，我们先出右脚往前踩，再换左脚，再右脚再往后，
再往后。OK， 前前后后拍动作够，前前后后，有没有一点感觉？这好像在排课舞，有没有感觉？排课舞，你买的哦。以前不是有跳舞机，你还记得吗？有啊，跳舞机，好，下次看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变成脚尖够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收，加继续加排够，前前后后。这个动作很三八，而且加很快。不行啦，没有，千万不要这样，会同手同脚哎，没关系，所以手 hold 住，我这样就这样，前前后抓，重心压低，肚子收紧，慢的右脚往前踩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确定身体稳定哦，好，开始加快，前前后后，前前后后，杨英可以不要那么快吗？你没有在呼吸吗？有，我有在呼吸啊，可是没有跑那么快啊，运动不能呼吸很重要，加快，前前后，前前后后。再快，云佩加油！我不行，我不行了。继续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讲讲。我的脚步好乱哦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在过程当中乱不会乱？你要用力啊，肚子要用力，大腿要 hold 住，才能把它完成。我觉得很累耶，好喘啊。对啊，这个不是在做心肺，我们今天不是做核心吗？核心跟心肺是可以连接在一起的，亲爱的。OK， 好，我觉得这个动作蛮新潮，但是大家可以加入训练菜单里面，蛮不错。Yes。站姿转换，站姿转换，对，那一样呢。刚刚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动作，敏捷度。那呢，我们除了敏捷度之外，我们今天的速度终于要出现了。刚刚那个还没有速度吗？刚刚还没有速度吗？嘿嘿嘿嘿。我认为这个才是速度。假的啦！哎，连杨英在现场，他平对我好热哦，他说很热哎。刚刚一开始大家说还好。可是你知道我们动作都是一定要这样上去，循序渐进。Yes， 循序渐进。OK， 一样。这动作呢，看起来很像气血循环机，以前购物台的气血循环机，因为你会自己抖动。等一下过程当中我会说右右左。哎、欸，你的脸上的肉一直在动。对啊。好好笑啊、喔！没关系，你脸上在减肥下嘛。这个动作让你的髋部会瞬间做扭转。瞬间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在最后冲刺的时候，让你完成很多的目标。然后也要讲说，有的时候大家在运动过程当中是瞬间用力的时候受伤，瞬间闪到，比如说有人叫，然后突然大力做的时候受伤。所以这个平常你可以加到运动菜单的其中一项，心肺反应。一样，重心压低，双手可以握拳头在你胸前正前方。我们可以先从速度开始慢慢加起来，开始小碎不够。加油，小碎不用脚尖，好，轻轻的膝关节跟臀部往右边转回来，左边转回来，再一个右左，继续小碎步，我喊的时候再走，右左左啊，他什么？我们被骗了啦，右左吗？没有，要反应反应能力，右左啦。动作相信大家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累，我想问一下杨英，因为你其实已经做过了这么多的核心训练，但今天我们 J-Link 教练设计的菜单，我觉得后面的四五六个运动，我觉得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的运动，因为我自己比较少训练到左右跟后面，所以算是学习到一个新的不同的，对，是也让我们学习到新东西，才发现说我跟杨英其实身体好像没有那么想象中协调，对，我们两个身体有点不协调，超赔的，教练做起来是一连贯，我们两个做起来感觉是分解动作，所以就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还是有训练不足的地方要加强。但如果你觉得说我们的动作可能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的小难，或是看不是很清楚，怎么办呢，教练？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做的不好，对，是你有没有尝试去做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做，只是你有没有练习。对，所以这时候呢，你平常如果大家现在用手机嘛，对，用 Android 系统或是 iOS 系统，可以下载我们 NTC Nike Training Club 的 App， 里面会有肌力，对，活动度是，还有耐力。刚刚我们都有提到，每一个动作可以有效帮助你平常所需要的敏捷程度啊，或是你的肌力啊，或是你的活动度，都可以有效的帮助你。那我想要问一下杨英，因为一定会有人在从事运动，无论你是做什么运动，你一定都会有撞墙期，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没办法继续。在那个时候，你都是用什么话来告诉自己，或者是你想些什么，然后就可以度过那个难关？
我觉得就是挑战跟坚持。因为我的第一个出铁是我两年前就一直很想要挑战，对。然后其实，在过程中，因为我是自己练习，没有任何教练，没有任何身边的任何人告诉我应该怎么样跟鼓励，太难了。我都是靠我自己，然后我就会在手上写一些加油打气的话，然后看着加油打气的话，就是坚持啊。那你都报名了还不练，还在偷懒之类的话，我是真的，我是比较。就是要求严厉自己，我觉得这点是好的。对，所以古代有次精忠报国，杨英是在手上是说你报名了还不练，你搞什么东西啊？类似像这样子的。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运动然后适合的方式。那如果你想要挑战自我的话，也许你不要觉得三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，你看它就是一步一步慢慢来，对，然后基础要慢慢打稳。哦，那接下来你好吗？挑战也是继续三铁，然后因为我的出铁是有湖，之后可能会是有海。哇、wow. ，对，海是比较好的。海不好游，因为它会你游没有游海就会是你游前进会后退，前进会后退，因为它有坡，对。然后你要去适应跟危险，你要熟悉这个海，因为它的浪什么。那我们就帮杨英加油啦！因为我听到有海，我就觉得那就帮他加油了。请大家持续可以关注他接下来要游海的三铁。好不好？ OK， 好，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，一起爱健身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